好，我是贾瑞德，我是美国人，我走游戏，今天第一天用中文做演讲，请大家不要见笑，好不好？你们这标准会不会也太低了一点吧？大家好，我叫贾瑞德，来自于美国的俄亥俄州，是 R2 Games 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中国游戏的美国生意经。那我相信观众应该在想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怎么会有一个老外过来跟我们讲这个中国的游戏，第二，就是这老外好像讲话也带着一点什么地方的口音。不知道有人听得出来是哪里的口音呢？对，这是湖南的口音。那你们肯定还在想，就我听过有老外讲北京话，也听过有老外讲上海话，甚至我听过有老外讲广东话，但是到底一个什么样的老外才会去长沙话呢？答案是，其实我根本没想这样子的，我反而是花了七八年的时间，辛辛苦苦的把最标准最好听的这个北方普通话给学会了。结果2009年为了创业而去的长沙嘛，然后就从那天起，这个公司的业务再怎么发展，我这个普通话也就再也没有标准过了。那刚才提了，我们公司叫 R2 Games， 是我和我两个合伙人，就是2010年在长沙创立了一家，那时候就是专门做这个网页游戏的一个海外发行公司嘛，现在也做这个移动游戏。然后我们是通过代理啊、定制还有自己研发，会获取一些国内比较优秀的一些产品，然后通过我们 r2games.com 这个平台会直接提供给这些海外的玩家。这目前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注册用户数已经超过4000万个人，然后覆盖的语种有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土耳其语还有阿拉伯语嘛。然后这个网站在这个流量一个排名已经进入这个全球前1000个网站嘛，然后从一个公司一个角度，就在没有引进外面的一个资本的一个情况下，这2014年今年的一个业绩会突破1亿美金。那我怎么会想到中国来呢？怎么会想进入这个中国的游戏行业呢？可能这个事情说来话长嘛，我还是先简单的分享一下我这样一个创业的故事吧。先介绍一下我们做过的一些游戏，我相信可能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听说过的，因为我们的游戏都在海外。第一就是深圳第七大道的神曲，我们是做这个海外英语版，还有深圳墨林的秦美人和大闹天宫，广州九鱼的勇者之塔，还有上海游族的女神联盟。那其实我从小就一直很喜欢做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打游戏，第二就是做生意嘛。这两件事情我都是2、3岁的时候就开始干的嘛。这两块都分开来说嘛，第一是打游戏这一块嘛，我应该也是3岁左右就开始接触嘛。这正好我老爸那边公司给他配了一台这种电脑嘛，就那时候还是那些八十年代的那个 DOS 机嘛。然后我可能他对这种高科技的玩意就根本不怎么感兴趣嘛，啊，我2、3岁就非常感兴趣嘛，每天都会去玩。这后来就是去接触这个红白机嘛，红白机以后也是第一代这种 3D 的电脑游戏，像 Doom 啊、Quake 这种射击类的游戏嘛。后来就是去玩那个第一代我们联网游戏，就可能玩的比较多是那种暴雪的《魔兽争霸二》，还有暗黑破坏神嘛，《Diablo》。然后到后面就可能玩的最多，对我来说是有两种游戏，
第一是电子竞技类的游戏，像 CS 嘛，就是反恐精英，还有星际争霸，还有魔兽争霸三嘛，后来。然后那时候打这种电竞游戏也算半个职业玩家嘛，这可能在美国那边我会经常去参加一些比赛，然后打得好的话可能有时候也可以赚一个$50或者是$100嘛。后来也玩这个 MMO 也玩得比较多嘛，这 MMO 就是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的一个简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客户端网游嘛。那时候也是玩得很疯狂，一天打16-20个小时，天天被我老爸骂，还把我宽带给关了，然后把我鼠标啊键盘啊全部都给没收了，然后我还是会想办法去打这些游戏嘛。那这个是游戏方面嘛。第二就是做生意，我也是2-3岁就开始啊，这2岁到8岁我应该尝试过很多就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赚钱嘛，包括就是在路边摆摊子卖那种冰的柠檬水嘛，就暑假的时候。那可能我发现我最擅长的一个模式就是上门推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做法，就是去买一些杂志啊，或者是报纸啊，或者巧克力啊，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在我们家附近去卖嘛。那搞得最蠢的一次就是我在我们家附近去捡了很多石头，然后回家洗了一下，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石头很漂亮，肯定有人愿意去买，那就在我们家那个家附近就 M&F 的去敲每一家的那个门，就问就有没有人想买我这个石头。然后最神奇的是还真的有一个老太太就一次性把我所有的那个石头全部都买光了，所以我也是通过这个生意我就赚了我第一桶金嘛，大概有$5。然后我相信他肯定是因为我产品好，而不是因为我小时候那么可怜嘛。后来到了10多岁的时候嘛，大概10岁11岁，我本来对电脑这个东西有比较好的一个把握嘛，因为一直在玩电脑，然后同时的那时候有了互联网嘛，就是90年代，我就想了一些更高级的一些赚钱的方式嘛。我那时候12岁的那个零花钱是怎么赚到的呢？2个字，传销。我是偷偷去拿了我妈的一个身份证和信用卡，在网上去报名了一个传销公司嘛。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它是卖什么的，那好像是卖什么戒烟产品，或者是维生素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天天泡在那时候是 AOL 嘛，就是美国在线那些聊天室里面，然后通过这个互联网的各种渠道，我就去卖这些其实垃圾就完全没什么用的一些产品嘛。然后自己做一个网站嘛，然后那时候就赚这个小提成，也赚得很嗨嘛。甚至那一年我还让我老妈带我去那个传销公司一个年度会议，还专门坐了一趟飞机去 Florida， 然后去跟那些40-45岁的人去谈这个产品怎么去做营销嘛。然后反正我现在想到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有点坑爹嘛。后来我是到了大概高1那一年嘛，我可能是我第一次把这个游戏还有赚钱这两个东西想到一起的嘛。那时候我还在疯狂的玩 MMO， 那时候是玩 EQ 嘛，就《无尽的任务》一款这样的游戏。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发现在这个游戏里面有人愿意去花真实的钱来换取一些虚拟的道具。在那时候98、99年在美国这个事情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嘛，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个时间等于金钱的这样一个概念嘛，所以那时候也是偷偷去拿我妈的这个信用卡，其实也不用偷偷去拿了，那时候我爸妈所有的信用卡号码我全部都已经背会了，我就去搞了一个这个 eBay 的一个账号嘛，然后开始在 eBay 上进行一些游戏道具啊，或者是装备啊、武器啊、金币这个方面的一些买卖嘛，然后。可能做的最好的一次是我记得我在 eBay 看到一个账号卖$500，我发现这个账号上面一个装备还是很值钱，我就$500把它买过来了，然后把这个账号上面的一些武器啊或者是装备我全部都分开来卖，就可能2天时间我$500买过来的一个东西大概$1000就把它卖掉了嘛，然后我可能就是12-13岁通过这个生意我就赚了我第三桶金，也大概是$3000左右吧。然后那也是我人生当中
这第一次我觉得我自己有能力去买一个我特别想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高级无敌顶配的专门打游戏的一个台式电脑嘛。后来我上大学嘛，上大学还是上的挺早的，大概是16岁左右去上。然后上大学那一年，我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些跟游戏有关的事情，但是我也完全不知道怎么去进入这个行业。那时候我想法非常的单纯，我就想你要做游戏，那应该要会一点程序吧。那我就上大学就去修了一个 CS， 就是计算机的这样一个专业嘛。后来16岁这个搬到宿舍里面就完全自由了，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自己打游戏的这个瘾我是戒不掉的。那后来就是上了大学，哦 ，Ohio State， 俄亥俄州立大学嘛。在后来上了大学，我就天天打游戏，通宵，早上不上课。那结果呢？挂科了，退学了，回家了嘛。然后回到家以后，我就一直在想，因为那时候在打《星际争霸》嘛，《StarCraft》。我想除了成为一个职业的玩家，我就什么都不想干了。然后正好你也成为一个职业玩家，这也是大学里面学不到的东西嘛。所以那时候我说算了，就不用上大学，就去找了一份这种兼职的工作嘛。然后那时候就在一个日本料理店里面做厨师嘛。然后那时候我正好也是来自于中国、日本还有韩国的一些同事，然后每天上班很闲好无聊，我就在想，如果我能够跟我这些同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在这个客户的背后去说他们的坏话，那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就重新去读书嘛，然后兼职去修了汉语、韩语还有日语这三个语种的一个课程嘛。就反正现在都不会了，你不用啊，现在只会中文、英文和长沙话，日语和韩语已经不行了嘛。后来就学完一年嘛，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去中国来中国留学嘛。那时候是来青岛大学，那时候我对中国也说实话我就不怎么感兴趣嘛。我想去韩国打星际，然后成为一个职业玩家，但我们没有这种初级的这种去韩国的一个交流项目。所以我就说算了，我就先来中国看看嘛。而其实那时候就我最早来中国，大概2004-2005年的时候，我还是在疯狂的打游戏。然后到中国以后，我发现中国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我们美国基本上是没有的，那就是网吧。所以这一个18、19岁的我，这可能本来应该是在读书嘛，后来发现因为中国的宿舍晚上要锁门嘛，就经常在晚上 要出来，就在网吧里面去通宵嘛。然后那时候中国的网吧里面都是打 CS， 就是打局网这个 CS 嘛。然后那时候我这个中文好烂，就根本不会说嘛。然后发现这个游戏本身还是挺有魅力的，但我跟网吧里面的人我是没法沟通啊。但是发现在游戏里面爆头的时候，这个语言方面就不是一个障碍。后来到2007年，我又就是《魔兽世界》，就是你们很多人肯定都听说过嘛，我就重新开始打《魔兽世界》。那时候我在国内嘛，我就去打这个国服，这个中国的一个服务器。然后因为我以前在美国打过这个游戏，我就不想花很多时间就重新从1级到60级去练一个角色嘛。我就想起我以前的一些经验嘛，上了淘宝，发现300块人民币就可以找一个代练，就是2个星期以内帮我从1级。练到60级嘛，谁这挺便宜的，我就下了手嘛。然后结果2个星期以后，这个卖家给我发了信息，说你 OK 了。然后我就重新去上我那个账号，发现哎已经满级了，然后装备也齐了，我就可以开始去打一些我以前打不过的一些 boss 啊，或者是一些怪物嘛。然后可能就是那一天，我觉得应该就我后来来想这个事情。它可能是我整个人生当中最关键的一个时刻。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从大一退学那一年，我一直很纠结，就我以后我到底能够做什么。然后就说学语言这一块，我就可能学的还可以，但那时候我在大学里面这个老师就一直在跟我强调，
这语言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 skill， 它绝对不是一个事业。你不会一点别的东西，你除了成为一个翻译或者是成为一个老师，你基本上你什么都做不了。然后那时候正好我感觉这是我以前的所有的一切，就所有的一个经历，不管是打游戏，不管是这个小时候一些买卖，不管是来中国学中文，就感觉在一个那样一个十字路口，就全部都撞到了一起。我那一天就很好奇，我去上了一些国外卖这种虚拟道具一个网站，发现着我刚才花300块钱买的那个服务在海外要卖到200多欧元。那时候就直接把我那时候在广东一个实习的工作给辞掉了，然后直接跑到以前待过一段时间的南京去，然后就是创立了我第一家就是专门做这个游戏虚拟道具，也就是说魔兽世界一个金币的交易的这样一个专门做海外的一个公司嘛。然后也是通过做这个公司就认识我现在 R2 Games 的两位就是联合创始人嘛，然后搞了一段时间就搬到长沙跟他们一起去干。然后到了2010年嘛，因为整体这个订阅模式的一个游戏市场就是在逐步下滑嘛，全部都转这个 F2P 就卖道具的这样一个模式，我们就决定去挑战这个海外的一个网页游戏一个市场，然后 R2 Games 就因此而生了嘛。然后说到游戏这一块嘛，因为我们今天是谈这个中国游戏一个美国生意经，就是中国游戏你在5到10年前你要说中国的游戏在欧美可以获得成功，应该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一个事情。而其实我们那年也做了很多分析嘛，因为我们是看这个网页游戏的一个市场，就发现很多这个国内的很牛的一些游戏都不是说没有这个英文版本或者是没有海外版本，那就感觉这个东西就严重水土不服嘛。后来分析的大概有我们自己认为那时候有4个比较大的原因嘛，就第一是题材方面的问题，就如我不觉得一个美国牛仔题材的游戏在中国有可能成功一样，就那时候三国武侠仙侠西游记这种题材的游戏要拿到欧美去，不管是从剧情方面或者是从美术方面或者从这个音乐方面，这个老外都还是有一点点难以接受的嘛。虽然我们现在我们这边也做过一些尝试嘛，对，我们目前已经发行了3款就是纯国内题材的游戏，一个叫《倚天》，一个叫《秦美人》，一个叫《大闹天宫》嘛。然后这一块我们就一直在练手嘛，因为我就不相信中国的题材的东西在海外是不可就没办法成功的嘛。那看日本很多这个漫画或者是 anime 在这个海外的一个成绩，我就不相信中国的这种题材的游戏在海外是做不成的，所以这个我们一直在做一些尝试。第二个问题我们那时候发现可能是一个本土化或者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一个翻译的问题，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国内的那些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这可能会拿一个国内就每月几千万或者上亿这个收入的一个游戏去做一个英语版本，就随便丢给一个英语4级或者六级一个大学生，肯定没有玩过游戏的这样一个人去做翻译。那结果，就老外看这个东西，一进这个游戏就完全看不懂。那提一个例子啊，我第一次去看那时候的中国最成功的一个网页游戏的这个英文版本，一进这个游戏不是有一个主城嘛？那这个主城有一个出口，这个出口的英文翻译就是 out。我就想我们在这一方面最起码应该可以做的比别人要好一点点嘛。可能早期的游戏就是我还有我另外一个同事就一起翻译嘛，而现在的公司发展的还可以，我们在上海是专门组建的一个专门做这个游戏本地化的一个团队，大概有40个成员，以老外为主，来自于全球10几个国家，大部分都是中文比我好的，所以这些国内的游戏我们拿到海外去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团队来做翻译嘛。哦，这是我们深圳办公室一个竞技场嘛，专门打英雄联盟的或者是打 CS 的，打5v5嘛，我们内部会经常打比赛或者跟外面的公司去打比赛嘛。
我们谈到第三个问题，就是定价问题嘛。就是那时候这个国内的游戏在海外，我也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就觉得这个老外都超级有钱一样的。那可能一个道具你在国内卖100块钱人民币，那就在海外就直接去卖100美金呢。然后这个海外这个视频游戏市场很发达嘛，就可能别人就是花了4-5千万美金去开发一个游戏，而这个游戏光盘只卖50美金。那你在一个简单的一个 Flash 一个 2D 游戏里面要花50-60美金去买一个小裙子或者是一个武器，应该是很多人会觉得不合理嘛。也就可能说的直接一点，在游戏里面的一个消费行为，中国的玩家会略有一点点不理性，有一点点不理性，这个美国的玩家就会偏理性一些嘛，就不愿意花那么多的钱买一个他们自己觉得不值钱的东西。我们谈到最后一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中国游戏有一个特点，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有多少人玩游戏，但我们在这个行业我们叫 pay to win。 pay to win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你花钱花的越多，你就越牛叉，你这个战斗力就越高。你这个战斗力就越高，那你可能你花1万块钱去买一个武器，那你一个人去砍死100个人都没什么问题。那这个老外呢，就他们可能会觉得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是一个屌丝，他们希望在游戏里面可以成为一个高富帅嘛，只要他愿意去花这个时间。所以可能我们对这个游戏一个平衡感，或者一些系统和玩法，还有有时候就整体这个游戏一个数字体系，一般还是要去做一些调整嘛。这可能是这个国内的游戏进海外的几个比较大的问题嘛。这可能我们的产品在海外时候的一些成绩，但是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游戏行业的一个细分领域被人所知道的嘛，就跟这种游戏巨头公司去比还是没法去比较嘛。然后我自己看这个生意，我一直把它想为一个文化出口的这样一个生意嘛，因为我看这整一个世界的一个大趋势，还有中国一个崛起嘛，我觉得这个文化型的公司就以后还是会越来越有前途嘛。那我们是希望就作为一个桥梁，把中国好的一些文化产品拿到海外，然后把海外一些好的文化产品拿到国内。这其实我们把中国团队研发的游戏拿到海外去赚这个洋鬼子的钱，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嘛。然后我就最后说嘛，我做游戏这个行业，就我发现我们每天在研究这个人的本性，就人的一些基本的心理学嘛，所以我觉得就我们这个游戏背景的人去做任何一个事情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嘛。然后反正我们这些在虚拟的世界里面花了大半辈子的人，就真的到底以后能给这个现实的世界创造一个什么样一个贡献，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只能等着看吧。好，谢谢。